妻子认为爱是无条件的信任，他带着男模去开房，然后摆摆手道：“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生，你不相信我就是不爱我。”后来，他仗着我的信任，将我们公司辛辛苦苦研发一年的软件转交给他的白月光，他又说：“我们只是朋友，你要是不相信我，我们就离婚。”我彻底失望，选择放手。可当一切真相大白，他又哭着求我再爱他一次。刚刚将合作客户送上车，手机弹出一个熟悉的电话号码。 我身体僵硬了一瞬，手本能的按下接听键。裴总，你的妻子在酒吧，看起来醉得不轻，你要不过来一趟？暮色酒吧老板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。我按了按发疼的头，回了一个嗯。打车去酒吧的路上，我心情复杂的盯着窗外，除了担心就是迷茫。过去的半个月里，柳如烟天天往酒吧跑。我最开始发现的时候，还试图和他谈谈，可他每一次都只是轻描淡写的敷衍我。 待在家里太无聊了，我就是去玩玩。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一点都不信任我。我清楚的知道，他过去的经历让他将信任看得很重。迫不得已，我选择顺应他的要求。出于考虑到他的安全，我加上了他常去那家酒吧的老板，希望他帮我看着点。等到了酒吧门口，老板着急的站在我的面前，脸色不大好看。我的心没来由的咯噔了一下。 柳小姐刚刚带着一个男人一起去了楼上的包间。老板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有点低，看着我的眼神里带着一股淡淡的怜悯。我抿着唇，没有说话，径直上了楼。每走一步，我的心跳都加快几分。我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，柳如烟是一个有分寸的人，我要相信她。可当我打开门，看着吻得难舍难分的两人时，心里的防线被彻底冲破。我快步上前，将男人扯开。 看清男人脸的一瞬间，我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来。他太像一个人了！你干什么？坏老子的好事！男人摔在地上，眼底却清明，看上去根本没有喝醉。我的目光落在柳如烟身上，她一张脸涨得通红，眼神迷离，衣服的扣子尽数解开，隐隐露出身上的红痕。我的拳头落在男人的脸上，下了死劲。我是她老公。男人挣扎着，眼神呆滞了一瞬间。 随后才开口道：“哥，我可没有乘人之危，是他自己抱着我，将我拖进来的。我好歹也是个男人，不可能无动于衷吧？你不信可以问酒吧老板，他可一直盯着。”在酒吧老板见此，也走上来将我拉开，微微朝我点了点头。一瞬间，我像泄了气的气球，手蓦然垂下来。直到好久，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朝酒吧老板道了声对不起。我整理好柳如烟的衣服，将她抱起来，临走时。 还可以听见男人的骂声，呸！什么东西，自己的老婆跑出来偷乐子，没用。醉酒的柳如烟很是闹腾。回家的路上，他在车上又吵又闹，司机几次回头嘱咐我不要让他吐车上。好不容易熬到下车，柳如烟又开始耍起酒疯，他揪起我的衣服，哀声道：“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为什么？你明明说过会永远爱我的，为什么要离开我？”几乎是一瞬间，我就反应过来，他口中的你不是指我。 心上泛起一阵,阵阵密密麻麻的刺痛，我强压下去。我将柳如烟抱回家，像机器人一样重复着每天上演的动作，直到忙完一切，我静静的躺在他的身边，明明紧密依靠着，我却觉得根本触碰不到他。不要丢下我，不要离开我！柳如烟惊恐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开，他的面容扭曲着，应该是做了噩梦。我轻拍他的背，安抚着，下一秒却仿佛坠入地狱。阿晴，柳如烟呢喃着。 我的手停下来，嘴角扯出一抹苦笑。阿晴，秦玉，柳如烟的初恋兼白月光，结婚三年，我没有听他提起过这个名字，我以为他早就忘了，可是现实却给了我一巴掌。还有刚刚的男人，长得和秦玉也有五分像。柳如烟渐渐安静下来，我却再也睡不着。被封存的记忆好像找到了出口，破口而出。我和柳如烟青梅竹马，在人生的前十五年里，我们每天都形影不离。 我早就将柳如烟记入我的人生规划里，我以为他也是这么想的。直到我们作为贫困特招生进入贵族学校，故事发生了转折点。学校的风云人物秦玉，有钱有势的代名词，也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，竟然开始追求柳如烟。少爷追人的排场很大，所有人都不相信他是真心的，柳如烟也不相信。他起初还会和我抱怨，他真的好烦啊，每天就知道缠着我。 我只是想好好学习。每次听见他这么说，我的心总是觉得轻松几分。我没说出口的爱意带给我的负面情绪都会消散。可慢慢的，他不再和我吐槽，甚至对秦玉的态度开始改观。他说他也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坏，他内心还是很脆弱的一个人。而且他真的知道很多事情啊，他去过很多地方，都好漂亮。从别人口中听见他们在一起的那一瞬间，我的心彻底揪成一团。明明知道自己没有身份和立场。 我还是去找了柳如烟，却听见她和小姐妹的对话。我和裴青没有关系，我们只是邻居而已。我喜欢的是秦玉，她真的好厉害。裴青和她相比，简直就是一个书呆子。她的话仿佛一把刀子扎进我的心里，好不容易提起的勇气被轻易打散。柳如烟开始有意无意的避开我，她不再和我一起回家，不再和我一起讨论题目，也忘记了我们的约定。她的成绩开始渐渐下滑，可她却毫不在意。 每天只想着和秦玉粘在一起，当然，秦玉也给了他很多东西。两人高调的仿佛真的相爱，直到我去参加数学竞赛的培训训练营，只是半个月，回来却一切都变了。柳如烟的生日会上，被人发现他和秦玉的好兄弟睡在一张床上。我看过当天的视频，他跪在地上抱着秦玉的腿，声嘶力竭的解释着：“阿秦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做过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 回应他的却是情欲的巴掌和分手。视频被传的尽人皆知，柳如烟被架在火上反复鞭尸，对学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被学校开除。想到这，我的心里涌起一阵愧疚和痛苦。其实那场生日会，柳如烟邀请了我，我因为培训的事情拒绝了他的邀请。我常常想，如果那天我在场，他就不会那么孤立无援。我想道歉，可他早就和他爸爸搬走。 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，直到我毕业开始创业，在一场应酬喝得烂醉，醒来却发现柳如烟在我的身边。她是餐馆的服务员，是她发现了晕倒的我，并且照顾了我一夜。我承认，看到她的一瞬间，我的心跳仿佛停滞了一瞬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，也在不停的寻找她。从和她的谈话中，我才知道这些年她过得一点都不好。那件事情后，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。 不断的情绪崩溃让他和学校绝缘。我顺道去看了他的爸爸，曾经强壮的男人，鬓间满是白发，身体也瘦弱了不少。只记得临走前，他握着我的手，念在以前的情分上，你帮帮叔叔，救救他吧。我抬起手，将柳如烟面前的碎发顺在他的耳后，心口却堵着一股郁气。柳叔，我好像救不了他。第二天，我起来时只觉得浑身没劲，柳如烟还在睡着。 直到我准备好早餐，柳如烟才从楼上走下来。她平静的坐在我的对面，拿起面包开始吃起来。我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，慢慢暗淡下来。对于昨天晚上的事实，她闭口不提，可我却还在期望她可以给我一句解释，哪怕只有一句。我垂着头，喉咙里像是堵着一口气，让我发不出声。曾经我不是没有质问过，可是每次他都是轻描淡写道：“你口口声声说爱我。” 却这点信任都不给我，我清楚的知道，我问出口，我们的关系将陷入一个怎样尴尬的局面。沉默的氛围一直维持到我离开家门。临走前，我回头看了一眼柳如烟，他正在看着手机，不知道看到了什么，他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，由衷的笑意。我去上班了，你记得按时吃饭。听见我的声音，柳如烟抬起头，又恢复到那一副冷淡的表情。直到坐在工位上，我的脑子里还是一团乱麻。 到底是什么事情可以让他笑成那样？为什么看我却又那么冷淡？我找不到答案，好像在我的印象里，柳如烟鲜少对我露出笑容，就连求婚那天，他的表情也依旧是平平淡淡。我一直以为是这么多年的搓磨让他不再乐观。结婚后，我也给了他我力所能及最好的生活，可他也不常对我展露笑颜。我烦躁的将手上的文件丢在一边，疲倦感让我开始眯起眼。 直到助理着急忙慌的闯进我的办公室，我才醒过来。裴总，讯天上线了一款全新的软件，和我们公司研发一年准备上市的软件重合度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。我的脑子宕机了一瞬，接过助理手上的电脑，点进软件页面，我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。软件的背景布局和功能和我们的软件一模一样，要说唯一不同的一点，大概就是颜色了。我的表情越发的严肃，手攥紧成拳。这款软件。 我们公司全体成员辛辛苦苦研究了一年，付出了全部的心血，眼看就要上市了，却出现这种篓子。更气人的是，讯天集团和我们公司一直都是竞争关系。联系相关部门进行申诉，还有部门公关，我命令道。回应我的却是助理一副为难的表情。已经联系了，但是那边的工作人员给出的答复很敷衍，好像有所倚仗。助理垂着头，眼里满是沮丧。门再一次被推开。 我抬眼看去，是洛风。怎么回事？哪个龟儿子泄露了我们公司的资料？该死的训天，仗着背后有秦氏集团就搞恶心路子！不要逼脸！洛风停在我面前，一脸的愤愤不平。他是我的大学室友，毕业后就一直陪着我创业。这个软件最开始也是他提出来的点子，我的心思却被他说的话勾走了。秦氏集团，我并不陌生，仗着有钱一直都很嚣张跋扈。 我第一次接触他们是在高中，我现在还记得秦氏集团的律师趾高气扬的拿着支票站在我的面前，劝说我签下谅解书。他们是替秦玉出头的。一瞬间，一个恐怖的想法在我脑中炸开，我的手止不住颤抖起来。柳如烟，他不会的，他知道我对公司付出了多少心血。当时公司资金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他也拿出了自己的存款支持我，再加上他自己也属于公司的股东。 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，我在心里不断安慰自己，平静下来。洛风在我面前将所有可能的人都猜了一遍。裴总，你看一下公司大群助理的声音陡然响起，带着一丝忐忑。我的心里涌上一股不好的预感，手机不断在震动，我却没有勇气打开它。洛风的骂声戛然而止，他的表情从最开始的错愕到失望。我猜到了什么，不大想面对这个结果。洛风却将手机摆在我的面前。 一张张照片映入眼帘，狠狠刺痛我的心。照片里，柳如烟靠在秦玉的肩膀上，笑容甜蜜。一连十几张照片，无时无刻向大家昭示着他们的关系多么亲密。其中有一条消息尤为醒目，这个男人不就是秦氏集团刚刚回国的大少爷吗？前段时间刚刚回国，我看过他的采访。这句话配合着今天的事情，真相就摆在大家面前。我的身子定在座位上。 愧疚、责任、后悔的情绪包围着我。助理已经离开，洛风站在我的面前，一副恨铁不成钢。你知道的，公司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心血，你还要选择包庇他吗？我抿了抿唇，半晌才吐出一句：“可能这里面有什么误会。”话音刚落，我被洛风从凳子上拽起来，拳头落在我的脸上。“你能不能清醒点？”我的眼神暗下来。其实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自己都不相信。 毕业，老子就跟着你一起干。当初我家人都不支持我，我陪着你一步步走，受了多少白眼，好不容易公司才有了一点起色，你就忍心看着我们的努力功亏一篑？你对得起我吗？对得起公司的兄弟们吗？洛风的手松开，我爹坐在地上，好久才忍住眼泪不落下。你知道我欠他的。我沉声道，脑子里不断闪过一幕幕血色的场景。这件事情处理不好，我们也散了。我年纪也不小了。 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。洛风语气里掩饰不住的失望，说完便离开了。我在地上坐了很久，才爬起身，握着手机的手缩进，像是下定决心一般。我找出了一个电话号码，对面接通的很快，厚重的男声从电话那头传来：“我一直在等你打电话给我，我可以帮你，之前给你的承诺都作数。但同样的，我的条件，你答应吗？”我沉默了一瞬，脑子里再次闪过柳叔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模样。 他临死前一直拽着我的手，求着我照顾好柳如烟。对面似乎也料到我还在犹豫，轻笑一声。我并不急着需要答案，你可以考虑好了再给我打电话。电话挂断的嘟嘟声传进我的耳朵里，将我游离的魂换回来。我站起身来，推开门的一瞬间，数道目光落在我的身上，殷切、期待、失望夹杂在一起。我抬不起头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我还记得当初拉拢他们一起创业时。 大家举杯痛饮，我说我们一定会干出一番事业，一定会成功。公司发展初期，举步维艰，大家拿着微薄的工资，吃住都在办公室，这些我怎么敢忘？我低着头往前走，路过洛风的时候停了下来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。我会想办法，我不会放弃公司的。回应我的是洛风的冷哼声。也是这么多年，他早就见证了我为了柳如烟一次次的退让，他不信我的。 我驱车回了家里，在停车场的时候，我的眼泪抑制不住的流出来。我趴在方向盘上，指甲掐进掌心，我却感觉不到疼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小燕，多亏了你，我今天才不至于那么狼狈。你知道的，我刚刚回国，站稳脚跟太重要了。”我抬眼望去，发现对面车位正停着一辆保时捷。哪怕停车场光线昏暗。 我也凭借着当年积累的直觉，分辨出了驾驶座上的男人，秦玉，他怎么出现在这里？我的目光偏向副驾驶，不出所料的看见了柳如烟。刚刚一路上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发来不少消息，他却一个也没有回，原来是陪在秦玉身边。想到这，我心蓦然一痛。可更让我难过的是柳如烟接下来的话：“没事的，能帮到你就好。” 软件上市反响不错吧？柳如烟的这句话几乎彻底证实了他的罪名，我心里仅存的一丝侥幸也在这一瞬间破灭。真的是他，结婚三年，他还是对我这么不心慈手软。他明明清楚我为了公司付出了多少，我手紧紧攥成拳头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上前的冲动。很遗憾，我们错过了这么多年，你也已经结婚了。我知道我不该来找你。 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了自己想你，秦玉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委屈。如果不是我知道当年的真相，还真被他骗过去了。只是我到底还是低估了柳如烟对他的爱，这都没关系。我嫁给他只是我爸爸的安排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他。这么多年，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。我会和他离婚的，你等等我。柳如烟的话像是刀刃扎进我的心里，刺的生疼。原来这么久，我在他心里从来没有占据过一席之地。我们的过往。 我们的婚姻抵不过秦玉的一句“我想你”，后面的话我已经无心再听。柳如烟走时还一步三回头，眷恋的目光始终落在秦玉的身上，仿佛他是世间的珍宝，一转眼就会消失。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我的车就停在他的对面，车窗被敲响，秦玉那张嚣张又不屑的脸在我面前放大。这么多年，你还是这么见不得光。他的声音中带着明晃晃的嘲讽和得意。 到底谁见不得光，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？你又多磊落？我沉声道。秦玉无所谓的耸了耸肩，我只是随口一提，是他自己舔着脸送上来的，像条狗一样。他说着，眼神陡然凶狠起来，带着极大的怨气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被送出国这么多年？我现在回来了，怎么可能让你好过？你在乎的，我通通都要毁掉。秦玉笑着回到车里，临走时还不忘给我一个挑衅的笑容。 我无力的靠在椅背上，背后已经冒了一层冷汗。秦玉睚眦必报这一点，我比谁都清楚。这也是为什么他明明有钱可以选择更好的东西，却偏偏挑中我的公司。他在报复当年那件事情。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丑，这么多年的付出都是笑话。手机铃声同时响起，是柳如烟发来的消息。现在回家，有事和你商量。他的语气强硬，和刚刚在秦玉面前的他判若两人。 基本不用多想，我也已经猜到他想说的事情就是离婚。我的嘴角扯出一抹苦笑，他从来不会主动给我发消息，唯一的一次竟然是催我回去离婚。仅剩的理智告诉我，离婚是对我们最好的选择，可我的脚却仿佛灌进铅，挪不动一点。手机再次弹出一条消息，这次是季老的。我知道你重情义，我也看重你这一点，不过你分得清这个情谊是真是假吗？ 我想邮箱里的东西你应该看一下。我的眼睛里露出一丝迷茫，手却迅速点开了邮箱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份体检报告单，检查人是柳刚，也是柳如烟的父亲。我的手不断翻阅着，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，泪水一直不住的落在手机屏幕上，渐渐模糊我的视线。原来所谓的情谊不过都是一场局。当初有一个晚上，我在回家的路上被人盯上。 是柳叔替我出来挡了一刀，因为那一刀，柳叔开始卧床不起。我曾无数次愧疚，愧疚自己害了他，为此每天都抽出时间陪他，对待柳如烟更是加倍好。我日日祈祷他可以好起来，可情况却不尽如人意。当时医生告诉我，那一刀伤了根本，加上年纪大了，身体承受不住。柳叔临死前握着我的手，声声泪下。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只有小燕了，你答应我。 照顾好他，他这些年过得太苦了，我看得出来。他开始慢慢接纳你，我当时毫不犹豫的点头。结婚这么多年，我无条件的纵容柳如烟，大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对他有所亏欠。可我现在看到了什么？柳叔的身体早就出现了身体器官衰竭的情况，可这些东西主治医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。我继续往下翻，直到两张汇款记录出现，一张的收款方是主治医生的，还有一张收款方我不大认识。 可我已经猜到了，当时我因为担心柳叔，并没有去思考过柳叔为什么会在大晚上出现在我的公司附近，甚至柳叔宽容的为捅刀子的人签下谅解书，我都没有深究过。现在看来，一切好像都有了答案。季老的微信再次给我转了一段视频录音，可不需要点进去，我都已经猜到了。我好似全身的力气都被卸去，整个人瘫软在座椅上。我曾感恩的，每日每夜愧疚的，都是对方做的一个局。 他早就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，所以让我替他处理后顾之忧。我笑出了声，脑子里弹出那句：“我嫁给他只是我爸爸的安排。”所以柳如烟会不会也知道这一切？他作为既得利益者，享受着我给他的一切，却看着我一直痛苦。想到自己过去的种种，我俨然就是一个笑话。我为数不多的挣扎就是去质疑这些资料的真实性，可是季老的人品和声望根本不屑让他去做这些事，哪怕他有所图。 心里紧绷的弦断掉，我终于可以做出选择。季老，我答应你的要求，我拿起手机下车。就在刚刚，柳如烟已经打来不少电话，只是我一直没有理睬。从前，我以为他对我的不打扰是因为相信我，现在看来，他是根本不爱我。因为不爱，所以不在乎我的晚归，不在乎我身边的莺莺燕燕。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知道真相的我，除了痛苦心，心里还有几分释然。一直不放过我的，只有我自己。 我用恩情束缚了我自己，当一切的面纱被揭开，我才恍然大悟。回到家，柳如烟沉着脸坐在沙发上，哪怕做好了心理建设，我的心还是没来由的疙瘩一下。还不等我坐下，他快步上前，一巴掌甩在了我的脸上。你真的让我恶心，竟然为了拆散我们对他下手。当初如果不是你，我们就不会分开，是你害了我。柳如烟声嘶力竭的朝我吼着，满脸怒意。 他抬手还想打我，被我拦下甩开。你在发什么疯？柳如烟摔在地上，表情有一瞬间的凝滞，不过很快回神，看着我的眼里满是怨恨。你敢说当初我和秦玉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没有私下找过他？你没有因为我欺负他，威胁他离开我？都是因为你的插手，阿琴才会对我们的感情产生怀疑。你还把他逼得远走他国。如果不是你，他早就会来找我，我就不会痛苦这么多年。 哪怕我已经做好决定，还是免不了被这些话刺伤。我承认那些事情我做过，秦玉也确实是被我设计出国的。可是背后的原因，他却闭口不提，没有任何询问就断定了我的罪名。我看了眼崩溃的他，恍然意识到，或许我爱的那个柳如烟早就已经死了。我也不屑于再做出任何解释，我绕过他，拿起桌子上摆放的离婚协议书，他早早就已经签好了名。 许是为了不再和我产生任何纠葛，他竟然直接选择净身出户，没有一丝犹豫。我签下我的名字，最后一个笔画落下的瞬间，我心中的阴霾好似散开。原本吵闹的柳如烟也不再说话，定定地看着我手上的离婚协议书。我想他也没有预料到我会如此的果断。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了，既然留在我的身边那么痛苦，那你就走吧。我将离婚协议书丢在他的身上，提醒道。 这是我家，你现在可以离开了。明天早上九点，民政局领证。柳如烟将离婚协议书翻了又翻，确定没有问题后，她的嘴角荡起一抹微笑，不过很快又压下去。她板着脸，冷哼一声：“算你识趣。”你知道吗？和你待在一起的每分每秒，我都很难受。他大概是没有从我的脸上看出过多的悲伤，他不甘心，非要说些难听的话。或许这就是爱和不爱的区别吧。我没有再回应他，只是指了指门，做了一个请的动作。 我闭着眼，直到巨大的关门声响起，我才放松下来。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，伪装的平静在一瞬间打破。这个房子装修时都是按着柳如烟的喜好来的，所以哪怕现在她离开，家里还是感觉处处有她的影子。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出装修公司的电话，联系他们明天过来。洗漱完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消极的情绪扑面而来，我只能一遍遍提醒自己不再思考。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连续好几声。点开发现是柳如烟发来的几张照片，照片里她亲密的靠在秦玉的怀里，领口处春光乍现。要是再早一点，我看到照片肯定会发疯。可是现在，我的内心却没有多大的波澜。我默默将他拉入黑名单。这一夜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失眠。第二天醒来，我收拾好自己，开车去了民政局。路上。 微信弹出好友申请的消息，我瞥了一眼，头像是一个卡通版的太阳，备注我是季洋洋。我在民政局等了半个小时，柳如烟才姗姗来迟，是秦玉送他过来的。两人站在我的面前，一脸倨傲，我才意识到他们其实挺像的。不过也是，秦玉素来擅长玩弄人的感情，柳如烟被伤害过后选择玩弄我的感情，两个人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只要你现在给阿晴道歉。 我可以考虑先不离婚。我愣在原地，眼睛里流露出几分震惊、惊讶。我曾经到底有多爱他，才让他产生了我可以包容他一切的错觉？而我的这副表情落在他们眼里，确实另一番意味。柳如烟的脸上多了几分果然如此，看我的眼神更加不屑。你还要多谢阿晴，昨天晚上他可是开导了我一晚上。我抿了抿唇，好笑的看着他，笑意却不达眼底。秦玉会那么好心？ 他只不过是享受这种随意折磨人的快乐，他在变相的向我炫耀，炫耀他随随便便就可以掌握我的婚姻。当然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，他还想白嫖更多的产品。这一点是我在看完季老发给我的资料后得出的结论。可惜啊，高中的我不会任他拿捏，现在的我依旧不会。快点进去，我等会还有事，别耽误我的时间。我催促道。柳如烟和秦玉的表情都有一瞬间的挂不住。 尤其是柳如烟，她的一双瞳孔放大，嘴巴微张，像是没预料到我竟然不走他的台阶下。我没有再看他，径直走在前面，直到流程走完，柳如烟都是愤愤不平的看着我，好似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。秦玉站在一边，脸色也不大好看，大概是没有看到我破防的场面。外界都夸裴总宠妻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。秦玉一手搭在柳如烟的腰上，玩味道，我也不气不恼。 早在我掌握一手资料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不怕他了。与其关心我，不如想想怎么做出下一个项目，别又被扫地出门了。话音刚落，秦玉的脸黑的可以滴水。直到我上车，从登记开始就一直没有说话的柳如烟突然朝我大喊一声：“裴青，你别回来哭着求我！”回应他的是我的汽车尾气。我一身轻的回到公司，第一时间召集所有人开会，有季老那边打通关系，申诉流程进行的非常顺利。 等到大致问题解决，洛风跟着我进了办公室。在知道我已经离婚的一瞬间，他终于展露了他今天的第一个笑容。我不会放弃公司，也不会放弃你们。相信我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开始按部就班处理工作。据我拿到的消息，讯天软件被下架的当天，秦玉挨了一顿骂，甚至原本一些支持他的股东临时变卦。同样，我收到了柳如烟的消息，挺新奇的，从来不给我发消息的人。 换了好几个号码联系我，开始他还趾高气扬的命令我替秦玉承担责任，要求我发布公告，说明这是一次合作。他好像还没有认清我们离婚这个事实代表了什么。我将他的手机号通通拉黑。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，唯一的区别就是身后多了一个小尾巴。小尾巴就是季阳阳，也是季老唯一的女儿。当初季老愿意出手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我和他的女儿试一下，原因无他。 只是我在一次宴会上救了季洋洋一次，他对我一见钟情。早在之前，季老就找过我，他愿意不留余力的培养我。同样，他希望我可以和他的女儿在一起。只不过之前我鉴于和柳如烟的关系，明确拒绝了。至于这一次，季老也和我协商过，只是希望有个机会了解一下对方，并没有想过强求。从我通过好友申请开始，季洋洋每天都会和我发消息，他真的像个太阳一样具有活力。 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出于礼貌，我会回复他的消息，虽然大多时候态度极为冷淡。刚刚脱离一段不好的感情，在一段时间里，我都很难接受一段新恋情。这对于我还是他人都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。我以为像他这样骄阳长大的大小姐，在感受过我的冷漠后就会知难而退，谁知他却越挫越勇，甚至跑到我的公司，凭借他开朗的性格和大方的手笔，拿下我的一众兄弟。 就连洛风也帮着他，替他出谋划策。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，我答应了陪他去逛街的要求。走进一家服装店，季洋洋拿起一件衣服比划一下，一双眼亮亮的看着我：“好看吗？”我点了点头。他拿着衣服进了试衣间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我竟然会在这里遇见柳如烟。她被一群小姐妹簇拥着走在中间，看见我的一瞬间，她的表情有点尴尬。不过一会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，眼神变得不屑。我还以为多有骨气，竟然跟踪我到店里。一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的身上，其中打头阵的就是柳如烟的好姐妹。别人说，合格的前夫就应该和死了一样，别妄想着我们阿烟回心转意。签离婚协议的时候那么有骨气，现在反而死皮赖脸。没想到吧，我们阿烟现在过得比之前不知道好多少，也不知道柳如烟到底是怎么和他的好姐妹描述他这段失败的婚姻的。但目前看来。 我应该成为背锅侠。我淡淡的瞥了一眼柳如烟，她的脸上挂着满意的笑意，就是不知道晚点她还可不可以笑得这么开心。等到季洋洋试好衣服准备结账时，旁边突然丢了几件衣服进来。穷鬼买一件也好意思？我们先结说话的是柳如烟的一个小姐妹，她说着朝柳如烟点了点头，示意她拿卡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她结账。季洋洋想上前争辩什么，我拉住他的手。 在他的耳边低语了几句，柳如烟原本很沉的脸更加黑了。哦，好像从季阳阳出来开始，他就一直是这个表情。小姐，这张卡刷不起。收银员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柳如烟的表情才有了一丝变化，她眉头微微蹙起，脸上一脸的不耐烦。是不是你们的机子出了问题？她身边的姐妹跟着附和道。收银员只能无奈的看着他们，机器是没有问题的，要不您换一张卡。 柳如烟重新拿了一张卡出来，可结果并没有改变，甚至接连试了好几张卡都没有反应。气氛一瞬间陷入了凝滞，季洋洋却在这时笑出了声：“要不我先结账吧。”他说着将卡递给了收银员。直到支付成功的那一瞬间，柳如烟的表情更差了。不是机器问题，那就只能是卡的问题。他的眼神里露出几分迷茫。从他选择净身出户开始。 他身上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秦玉的，不过显然他并不了解秦玉现在的处境。季杨洋,洋接过袋子，牵着我就要往外走，柳如烟却在这个时候突然开口：“裴青，把账结了，我就原谅你之前的无理行为。”命令的语气甚至让我怀疑是不是我出现了幻听。我站在原地，柳如烟以为我没有听清，再次重复了一遍：“把账结了，过去的事情我不和你计较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。”他好像还没有搞清楚状况。 过去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自愿的，而非我欠他的。早在离婚的那一刻，我和他之间就没有任何瓜葛。我回头平静的看着他，淡淡道：“我并没有和你继续做朋友的打算。”合格的前妻就应该和死了一样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的走了，任由柳如烟在原地炸毛。隐隐约约，我可以听见后面的吵架声，还说自己是正牌女友，卡都是假的，给人做了小三，还有装大款，说不定金主爸爸不要你了。 我将季洋洋送回了他家，临走前，他突然抱住我。我不知道你的上一段感情到底经历了什么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我和他是不一样的。说完，他又觉得不太好意思，红着脸跑开了，留下我一个人感受怀里的余温。我没有想到柳如烟会在晚上敲响我家的门，看到他的一瞬间，我着实吓了一跳，因为他身上全是血迹，他一脸惊恐，想要来抱我，却被我躲开，最后呆愣的坐在地上哭诉起来。 裴清，救我！秦玉他疯了，他竟然把我送到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床上，我用玻璃瓶砸伤了那个老头才跑出来。他倒下的时候流了好多血，我不知道。他用手将自己抱紧，头摇成波浪鼓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有想杀他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帮帮我！他的声音中染上几分哀求，是我从未见过的模样。我静静的看着他，心里却没有一丝波澜，甚至嫌弃他弄脏了我的地板。 而我冷漠的态度显然更刺激他，他从地上爬起来，几次想抱我都被我躲开，我将他推出门外，沉声道：“这种事情你应该找警察，而不是找我。当初你也是被他送上别人的床上，是你自己不长记性。现在这样，还是你自作自受。”说完，我毫不犹豫的将门关上，任由柳如烟如何大吼大叫。其实我早就料想到了这个结局，从我离婚那天开始，我就偷偷联系了秦玉的弟弟。 并且和他达成合作，他要秦家的继承权，我要秦玉为他曾经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就在前段时间，秦玉落入我们设置好的陷阱，亏损了一大笔钱。他会将柳如烟送上别人的床，也是为了获得投资。可他根本不下的这个亏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填上的。我们的计划是让秦玉在秦氏集团失去声望，失去股东支持，沦为弃子。只是我没想到他弟弟会这么迫不及待下手。 这却也正合我意，他已经逍遥太久了。手机铃声响起，是季杨洋,洋分享的一首歌，名字为《想你》。我将手机声音调大，盖过了激烈的敲门声。我也不知道柳如烟是什么时候走的，只是在第二天，我收到了秦玉进监狱的消息。消息是秦玉弟弟发给我的，为了保护秦氏集团的名声，并没有大肆宣传，这是我们做的一个退让。秦玉是以故意杀人罪被送进去的。 都是他曾经仗着家里有权有势做的坏事，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违法行为，保证他这辈子都只能在监狱里待着。我去看过他，他像一只疯狗一样对着我龇牙咧嘴，恨不得咬死我。只可惜他已经被毒哑了，不然指不定可以听他叫几句。从你做下那些还事开始，你就应该预料到自己的结局。你以为你去国外躲了几年就可以相安无事吗？我平静的看着无能狂怒的他。 记忆却回到了高中那年，我在意外得知秦玉是故意将柳如烟送到他兄弟床上的时候，我和他打了一架，愤怒让我下了狠劲。等到老师将我们分开时，秦玉的牙齿都掉了一颗。学校畏惧秦氏集团，最开始是打算自己将我开除，可是秦玉却站出来说我们只是小打小闹，让老师不要追究责任。于是乎，我开启很长一段时间的噩梦生活。他留下我，只是为了更好的欺负我。 他领着小团体孤立我，越打我，老师对这一切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那段时间，我在各种压力下几度濒临崩溃。我以为熬过去就会好，可换来的还是他们的变本加厉。他们开始下手越来越重，甚至变着花样折磨我，直到有一次我差点死了。他们悍然不顾我的死活，将我丢在巷子里。多亏当时路过的人发现了我，这才让我捡回一条命。很幸运的是，救我的那个人是一名记者。 他知道我的遭遇后，很是同情。他帮助我用直播的方式将秦玉的恶行暴露，同时也搭上了自己的事业。直播传播的太快，加上是敏感事件，热度高，秦氏集团也受了影响，不得已只能将秦玉送出国。为了保全名声，他们还让律师带着支票来找我签谅解书。想到这里，我看了看眼前凌乱的秦玉，他早就没了以往的风采。接下来的生活。 他都将在痛苦中度过。我的生活再次恢复了平淡。当然，如果柳如烟不再出现的话，在秦玉入狱的第三天，柳如烟跑到我们公司，吵着闹着要见我。她衣服凌乱，一张脸高高肿起，像是挨了一顿打。她已经毫无形象可言。我不见她，她就躺在我们公司的地上撒泼打滚。她大喊着：“裴青，我错了，我后悔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” 你说过会一辈子照顾好我的，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？我们过去那么多年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洛风来询问我怎么处理的时候，脸色难看极了。找保安丢出去就好了，实在不行就报警，总会安分的。我言简意赅的吩咐道，决绝的态度让洛风撇头看了我几眼，看我干嘛？赶快处理，等会杨洋,洋来了，看到又要吃醋，他可难哄的紧。我说这话的时候，嘴角不自觉的扬起一抹笑。 洛风忍不住啧了几分，我看你是乐在其中。不过你怎么突然就接受杨洋,洋了？我笑了笑，没有再说话。季杨洋,洋他是一个很鲜活的人，他会介意我和柳如烟的过去，会一个人躲着发脾气。但更多时候，他会抱着我说心疼我。他做了很多事情，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，我是被爱着的。相比之前只会爱人的感觉，这种感觉是我从没有体会过的。 我实在做不到对着这样一个人铁石心肠。柳如烟最后是被警察带走的，临走前他还在喊着我的名字。是我曾经给他的爱太满，他始终相信我爱着他，认为我们只是在闹别扭。再后来，我从别人的口中听见他疯了的消息，他被送进精神病院，每天都嘟囔着我的名字，可那也和我再无关系。彼时，我正牵着季杨洋,洋的手走进婚姻殿堂。全文完。